蓝丸姐姐，好久没见你吃西芝面藕了，你可以吃一次吗？我会带着我全班同学给你点小心心哟。面藕，好久没吃了。串串，一口一个。还是那么好吃。洒水车的声音。花生粒卡在下颚了。又看到根猫毛，裹满了汤汁，继续吃。这是最真实的过程，都没有截掉给你们看。